这一天终于到来了，我们一步步的走过来了，你就像上天给我的礼物。从一个只顾着自己的我，开始学习如何规划我们的未来。我知道这些转变都需要时间，很感谢你愿意等我，愿意陪伴我。在众人的见证下跟你说，让我们成为一辈子的夫妻，直到永远，一辈子相互扶持，一辈子彼此照顾。如果你是天上赐给我的礼物，这辈子只要你这个礼物就够了。老婆，我爱你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